大家好，我是大刘。今天我为大家分享的是炝炒圆白菜。圆白菜也是包菜，很多人都爱吃，炝炒的味道尤其鲜。我们现在看一看做法。一颗圆白菜从中间切开，去掉根。用手撕成片，手撕的比切出来的口感更好。然后用清水浸泡15分钟。正经的大蒜切成片，大葱切成末，干辣椒卷成段，热锅放油，油烧7分热，倒入葱蒜末干辣椒爆香，迅速倒入圆白菜，大火翻炒10秒。然后加适量的蚝油，适量的陈醋，食盐，翻炒均匀，起锅装盘。炝炒圆白菜主要注意2点：猛火炝炒，炒至断生即可。在锅里的时间太长，容易出水，影响口感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、收藏并转发，谢谢大家，明天见。